想给大家分享这个夏天我超级超级喜欢的十支唇膏。每支唇膏呢都很美，也很特别，它专属于我，且适合于不同的场合。好，下面废话不多说，我来一支一支的分享给大家。波朗的圆晶管46号色，它呢曾经是被誉为断货王的这个元气少女斩男色，闻起来呢是有一种淡淡的水蜜桃的水果的味道在里面，然后你涂上呢以后会觉得就很想咬一口，很想吃它的感觉。薄涂呢是我觉得是橘调重一点。薄涂就是很元气、很橘调、很少女的这么一种感觉。厚涂的话，厚涂的话就是红调会重一点。我觉得这一支呢非常的好，它薄涂呢就是那种满满的元气少女的感觉，厚涂呢也是那种挺有气场的。然后这种水蜜桃的味道在嘴上，你就是很想去咬它，很想去吃它，然后使用感也非常的好。这一支唇膏特别的不挑肤色，白皮、黄皮、偏黑都能 hold 得住它，都可以轻松的驾驭。这个呢是 Tom Ford 的 Boys and Girls Lip Color，然后我当时呢是那一次买了3支，然后他呢送了这么一个盒子。还是挺漂亮的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19号 James，72号 Tony，52号 Alex，其实也很好看，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买不到这个颜色了。Number 19 James，19号 James。然后这支口红呢，看上去呢是这种很元气的奶茶色。有一点粉调的奶茶色，薄涂和厚涂呢，没有太大的区别。薄涂和厚涂呢，没有太大的颜色区别，滋润感还是挺好的。然后这一支呢，它是 cream 质地的，Tom Ford Boys and Girls。这一支呢是72号 Tony。然后呢，它是。有一点点蓝调的红色，涂起来呢是这样的。很有气场的这么一个蓝调的红色。我觉得这一支呢，就是因为圣诞马上就来了嘛，新年也马上就来了，你去参加的公司的派对也好啊，朋友的聚会也好啊，就是，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，然后这个颜色我觉得就是很有气场的这么一个颜色。下面这支呢是 Chanel 的 Lip Gloss，然后这支呢是12号，它是一个。橘调的奶茶色吧，然后涂起来是这样的。颜色呢，就非常的日常，淡淡的橘调的奶茶色。下面这支呢，还是 Chanel 的 Lip Gloss，然后18号，
它是一个草莓红色，图上是这样的。现在是12月嘛，正好可以去摘樱桃啊，摘草莓啊，然后这个就是光泽感的这么一个草莓红色。这个草莓红色，我觉得还是挺显气色的。厚涂的话会更鲜亮一些。下面两只呢，都是夏天药妆店开架彩妆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两个，都是 NYX Professional Makeup Soft Matte Lip Cream。然后这只呢是 Zurich，这只是上海，两只。然后手臂上的试色是这样的，上面这只呢是 Zurich，下面这只呢是 Shanghai。然后其实都是玫瑰色了，上面这只就是很淡的玫瑰，然后下面这只就是很正的干燥玫瑰色，上面的橘调一点，下面的粉调一点，都非常的适合夏天的日常妆容，然后这种挺高级的雾面的质感。Zurich 这只颜色呢是很淡的这种，玫瑰色。雾面质感，然后就是感觉整个妆容是那种很高级的感觉，56号上海，很正的干燥玫瑰色。这支呢是 MAC Cosmetics Matte Lip Color，然后序号是 Lady Danger，然后这个口红呢是限量的包装。那年我买的限量的，然后它是一个正橘色，正橘红色吧，这样的。涂上以后非常的有气场。Lady Danger，很正的橘红色，没有 Ruby Roo 那么红，也没有 Ruby Roo 那么干，因为 Ruby Roo 是 Rachel Matte，然后这个 Lady Danger 呢只是 Matte Finish，没有那么干，挺有气场的一个颜色，夏天涂我觉得挺好看的。下面这支呢是开架彩妆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支 Flower Beauty Miracle Matte Lip Color，然后这一支的色号呢是 English Rose 英伦玫瑰色，它也是雾面的，然后它闻起来有一点淡淡的香味。很正的玫瑰色，英伦玫瑰色。这一支呢是我非常喜欢的 Kat Von D 家的 Everlasting Liquid Lipstick，然后这一支的色号呢是 Bachelorette，它是一个紫红色，然后也是雾面的，然后涂上是这样。Kat Von D 的这个 Bachelorette 的这个颜色，我觉得
非常好看，很高级，很有质感，很特别的一个红。然后我记得上一次我和男朋友约会，晚上我们去吃饭，然后我涂了这支口红，当时穿了一个牛仔的裙，然后他当时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我就觉得，怎么这么好看呢？这个颜色。然后，而且这个颜色我觉得特别显牙白，有没有？我是 Stephanie，很高兴和你分享夏季我最爱的十支唇膏。喜欢的小伙伴，请不要忘记订阅和点赞哦。我也很好奇的想知道你最喜欢哪一支唇膏呢？请在下面和我留言分享吧。这一期就是这样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。